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be， 今天会同大家开箱在士摩呢一只 AOC 嘅 Algon AG405UXC 嘅21:9嘅荧幕，究竟是什么家伙？哎呀，淋咗添，捉翻佢先，即刻试。Mon 咧同大家試好多，如果你係 Algon 呢個系列嘅 Mon 咧，其實我對上一次試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我諗好似係2021年嘅時候嚟嘅，都好耐啦。咁到依家呢一版咧，我見到佢一路都有出新嘢啦，包括就好似我哋而家試嘅呢只就30.5，其實我當佢40寸啦。咁啊，佢有好多特點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佢哋做Mon 咧，我覺得好得意。AOC 以前嘅呢個牌子咧，俾我嘅感覺咧就真係爭啲嘅。坦白講，真係爭啲。咁但係慢慢睇到佢哋發布嘅新嘅產品嘅時候咧，會見得到佢加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落去，希望令大家接受佢，或者令大家重新認識佢。咁 AOC 就係一個咁樣嘅牌子。你見得到，先講個外形先啦。頭先講緊21:9係 WQHD， 咁啊係行緊3440×1440，咁就係21:9，咁啊144Hz 噶啦。咁啊 MS 嗰啲即係電競嗰啲嘢就基本上都係配備噶啦，唔需要特別去提話啊佢仲有冇一 MS 嗰啲冇。你俾得呢啲價錢。這個水準就應該要有啦。咁啊個外形嚟講咧，我覺得今一版咧，我中意佢呢一個左啊，不過左又出奇地，頭先我砌嘅時候咧，俾我感覺即係唔係淨係指佢啲用料啦，其實佢依啲位其實都可以用啲膠啊，或者嗰啲電導去冇，咁啊好實在嘅感覺，好穩陣，即係 mon 都好穩陣。咁啊之後就砌嘅時候個背脊啦，個背脊大家睇到啦，個感覺都係好電競嘅級別嘅啊，電競嘅感覺。咁啊 mon 可以咧就係上下升。個幅度咧其實都幾多，咁啊接住咧就正面去望落去咧，你見得到佢有個接近無邊框嘅設計啦，同埋右手邊，我嘅右手邊即係大家望到嘅熒幕嘅左手邊咧，即係有個我頭先喺度研究係咪一個掣嚟嘅咧，咁原來撳落去咧佢又會彈出嚟嘅，咁明顯佢就係一個耳機架啦，係一個耳機嘅掛架，咁都幾方便，我覺得呢一個設計啊，佢諗咗一啲新嘅東西去擺入去，即係喺而家 mon 嘅競爭都咁大嘅情況之下，點樣仲揾到啲新嘅嘢轉出嚟咧啊，好嘢！有呢啲咁嘅設計，其實喺用家上面嚟講咧，係會覺得呢樣嘢多咗嘅話咧，係會好舒服。頭先提到咧 ，Ultra Wide 即係佢呢個 WQHD 咧，其實佢行緊21:9啦。咁如果你以往16:9嘅話，可能會有啲唔慣啊。頭先去睇嘅時候咧，特別嗱，即係揀咗啲 4K YouTube 咧，係揀咗啲21:9嘅去俾大家睇。如果大家睇普通嘅16:9片嘅時候咧，就會左右就會留黑邊啊。21:9好啦，16:9好啦，我覺得就唔需要特別去話啊，21:9一定比16:9好，16:9一定差過21:9，所以我覺得唔係嘅呢一樣嘢。咁21:9有一啲朋友，譬如佢做佢工作上面，譬如做 multitasking 嘅，可以斬 mon 啦，呢一邊做啲咩，佢嗰邊做啲乜嘢，嗰邊睇股市，呢邊剪片咩都好，砌埋一齊 ，for creator 都有一個好嘅作用。如果21:9呢一部分你係中意睇戲嘅話咧，會好爽啦。如果你真係睇有一啲影片係做緊21:9，近乎呢一個戲院嘅嗰個顯示比例，應該直情係。如果睇戲嘅話會舒服好多，咁但係你話都有好多功能嘅，咁當然有啲人中意睇戲啦。頭先講有啲人唔係睇戲，我淨係平時上網啊、炒股啊、剪片啊、工作上需要嘅。咁第三部分就打機啦，遊戲需要嘅話，其實電競 mon 試咁多，講嚟講去基本上有嘅嘢 1MS 144Hz， 咁亦都有 AMD 嘅 FreeSync Premium 啦，用落去就唔會有啲畫面上卡頓嘅情況。咁而家都其實我之前試嘅好幾隻咧，都已經有呢一種嘅配備，應該。要有的規格和級別其實它已經有了，所以你話都冇咩擔心。剪片執圖的朋友，咁啊隻 mon 可能會有幫助啦，因為它行緊 Display HDR 400嘅呢個級別，咁都唔係剪片嘅打機都會有嘅。如果你去到打啲遊戲很暗嘅地方你會睇到個分別。之前其實試唔同嘅 mon 都有測試過啦，光嘅地方亦都會有一啲嘅分別喺度。佢有呢個 HDR 嘅400嘅呢個級別，所以佢喺呢個部分佢可以發揮得好好。又離奇地啊，佢係好多唔同嘅 port 位咧係 support 嘅。之前試其實都開始陸陸續續啲 mon 咧都除咗有基本有，譬如呢只咧有兩個 HDMI display port 啦，但其實佢仲特別嘅咧4個 USB 3.2 Gen 1嘅 port 位喺度嘅。好多時用極都唔夠噶 USB 位，咁啊用嚟用去都係一定係唔夠嘅。咁佢依度其實佢有一個1:4啦，變相你有時插電啊電話啊，譬如我而家自己都用嗰啲護眼燈啊，擺喺熒幕上面嗰啲護眼燈咧都需要 USB。
攞電噶嘛，咁你依度就變相有好多 port 位係啱使啦。咁亦都有 Type C 啦，插電啊，插 MacBook 啊，種種其實佢都夠曬有突有餘噶啦。咁所以佢喺嗰個 port 位嗰度咧，方便性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好高分，甚至乎直情俾滿分佢呢個部分，幾好唔錯呢、這個。我覺得都有缺點嘅，缺點就其實嗰個幅度咧，大家睇到佢嗰個移動嘅幅度咧，其實盡咗啦呢啲位。我自己經常都要喐隻 mon， 所以我有時自己係用架嘅，即係 mon 個臂嘅。咁因為我成日隻 mon 要喐嚟喐去啊。如果用台架坐台嘅，咁呢啲幅度嘅移動咧，我自己係唔滿意嘅。起碼佢嗰、那個即係扭上下係扭唔到先啦，佢只係能夠俾你扭到左右啦，同埋即係 mon 嘅上下，但係佢就唔可以轉動嘅。咁之前亦都接觸過唔同嘅 mon 咧，佢就可以轉動嘅。咁但係呢個部分佢咧就做唔到，我覺得都稍微有啲失色啊呢個部分。但係我覺得其實 Overall 其實應該要有嘅嘢佢都有啦。5000蚊嘅價位，21:9嘅 mon， 144Hz 1ms 加埋佢嘅 WQHD 3440x1440。咁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價都係需要㗎啦。即係如果你話要買一隻呢類型嘅21:9嘅 mon 嘅話，呢啲價係需要嘅。市場上亦都有唔同嘅選擇啦。咁今日介紹嘅只係其中一個選擇嘅啫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一定係要去出去價格啦，同埋睇下其他款式咁樣。希望今日介紹嗰啲 AOC Argon 嘅呢一隻，可能都係你嘅心水之一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今日影片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下面留言俾我聽，或者有啲問題啊相關答到你嘅，我都希望答到你啦。下面留言 ，OK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